我刚刚不小心按到这个定，这个叫什么大头针啊，然后把那个物件的材质给锁住了，所以我才一直操作不出来哈。那不要去按到这个大头针就 OK 了哈。那现在这个雪人的头应该就是眼睛就是黑色的，那鼻子是红色的，这样看起来会好一点。OK，那你也试试看做个雪人哈。那从最简单的开始哦。那以我的美术天分的话，大概做这个还可以，做其他的就很困难。